比如说这段表演看起来有三拍，但它可以做七八拍。那这七八拍这种东西比较符合生活的层面，就生活的东西我们不会那么一拍拍这么准，然后根本不在水平。那以前的表演或许有些觉得你这样一拍，然后就很受落荒，但是可能未必会成立它的表演有多好。那当然是最近越来越流行这种自然记录的法，自然看表演法，我觉得也让一层的好对。好了，来，这等一下，来，我给你拿，给你拿。万事万物的爱，好，这个都是帮助他。对啊，前面拿这里啊，对，前面跟旁边的一样。这边太长了，对。前面辛苦了。成名之后，林依晨还是当年那个林家女儿，她的收入倍增了，但她的节俭在林圈还是出了名的。随便下来，金宝婷，你要不要剪？好啊，林。取决的是，就他可以保温，温的食物本身就比较好，然后也不习惯用一罐饮料，有很多的铝罐啊、保特瓶等等。大家平常对于自己永远是比较严苛的，然后不会给自己太多放纵的事情。我怎么看有点害怕？你也很少看到他去名牌店，害怕看电视。然后不是害怕，那看到或者是去为自己想要去做点什么花费。那林依晨总是把身旁人都照顾好，最后才想到自己，在他心里始终有件代办事项。因为我看我妈，她完全是戴首饰的，玉镯手表她都不戴。那为什么会把铃铛买？有没有她？她的父母一定知道，就我爷爷奶奶一定知道她的玉镯手表，只是我们小孩不晓得，所以可能也知道她过得辛苦，就会给她。白去好好的走一走。那你要去哪儿？去学院。